叶蛋茶，咁假叶蛋，假叶蛋，茶叶蛋和青花哦。你坐，老师，就当妈的哦。你讲你咁茶叶蛋有办法唱歌哦？沙沙，哦沙沙哦，你是讲你吞无落对吧？啊，你无啉一撮饮料？没有，要小心呢。哎，你在大陆你不看一个影片吗？我没有吃蛋黄，我是吃蛋白。不是，他不是吃哦，蛋啊蛋白怎么会给掉？我怎么知道？哎、欸，那个我那个大陆有一个22岁的那个我们的女孩子哦，她去吃那个茶叶蛋吗？不是，她是吃火锅那个什么麻辣火锅吗？就是欸、台中那一间什么海底捞？海底捞啊，好底捞，海底捞，茶叶蛋，海底捞啦，然后伊食迄个牛肚啊吼，去嫁掉了。哎，所以真的要小心哦！谢谢。啊，你爱配茶啦？啊，有啊，配茶嘛是够给力啊！对啊，哦，那就小心。所以茶叶蛋是我克星。啊，对，好，真的吗？可是很好吃哎。我常常被肚子饿的时候很好吃。谢谢阿刚小贝啊，阿贝是谁？谢谢，哎，我们有专属摄影师呢。对，因为我每次看到你，他就出现啊。他叫什么？哎，你好像没换衣服。他是查理吗？你有换衣服吗？你昨天也是穿这个吧？浪费不了命的啦，好恶心哦！真的，你刚才有换衣服啦，你去。他是什么名字忘记了？他查理。小镇。哦小镇，我以为查理嘞。查理。我怎么觉得他的名字？查理。就是那名字好像查理啊嘞。哎，你叫 Peter 嘞？他对，他叫 Peter。小镇啦哈。他叫 Peter。哦，真的。对啊。我忘了没给你名嘞啦。哎，他是你的专属摄影师呢。没有啦，大家的。真的吗？可是我。大家的哦，大家的啊，我来，可是我看的离开快就一样，真的吗？对啊，对啊，就是这样子啊。如果我看到我如果有甜甜，就会有这个阿贝啊。阿贝，对，大概都哪些人哪些会出现，我都大概都。啊，有顺是谁的？有顺是大家的。哎，那他们要属于谁啦？那属于你们六仙女啦。哦，没有啊，大家的。我其实我嘛唔知呀啦，因为我是安尼看看大概。不属于甜甜啦。啊？不属于甜甜。你不属于甜甜。我不属于甜甜。那个豆咖。台中那个啊，那个另外那个摄影师哦，黑黑像刚还是甜甜的哦，甜甜的专属爱甜啊，甜甜的专属爱慕者就对了，对对哦，完来完，我都一样了啊，你好，你嘛是大家的对吧啦，哇，对呀，之后诶，大家拢好啦，救命哦，欢喜就好啊啦，救命爱安尼啦，安尼啊，无了救命我也听无了，讲救命哦，好恶心哦，这准备投资台中二茶叶蛋，对呀，只能卖给我做这款东。好来，啊，咱的演讲吼要来安排什么好听的歌，会袂歹哦。系哦，啊，你今天不穿红色？我一直以来拢无红色的啊。你爱去买一双啊啦？无啊，这双较好穿。无啊，你买，无你甲擦，我买一个喷擦落你。你开起黑色，我用顺帮你喷。你开起黑色之后，我甲你打。无啊，喷擦较水。哦哦。哎呀，色子打了对啊。那你帮我喷一卡就好。想哪里？啊，你较 fashion 啊。哦，好啊，冇紧啊。那这我叫用顺做的话，就是用顺做的。伊会直接搞单调。你顶工要搞单，伊会直接去买一双红色高跟鞋给你。伊袂，伊会直接单调。啊，我知，伊会直接提钱哦，你去买。谢谢啦。啊，什么啊？伊讲阿伯啊，都给你钱啊，什么啊？粪扫桶，你再去粪扫桶，伊就叫你去捡啦。来啦，好啦，来，卖安尼吼，性地爱较好嘞啊。哦，就温柔。爱较有气质嘞，你再去粪扫桶，安尼性地拢用要压起来，然后保持。哎，放松心情，哎，卖因为安尼吼，热热天气不凉凉的吼，对，要把咱的迄个心中那一把火把它压下去。我一直都很压。要压下去。来 ，Angel， 光什么？光啦，什么光啦？红色啊，红色高跟鞋。好啦好啦，红色高跟鞋，好听的歌曲哦，来。那最评价二位哦，要看马雅琴啊，就赞了哦。你唱一下，我过来最后一下。全部看了解，至今是真。
大家一日好呢，好日日消灾有新报，一日吃人生，来来吃就好家生，一日爆出团生，一年有吉生，谢谢，谢谢，下当个大。